我今是受封了外老师，那份我西的天秀，感谢你只换了苏醒，是林小青对将爷太贵接了，方便我利用，就只要以贯铁将爷，几点相见的汉之交，就将他全部比我吞噬最狼。这时候发现，李有林最深，林小青的半分灵魂已经比我努力，成为模样苏将，秀威，你听孙刘师。一名多名的敬人，甘愿牺牲自己半分魂魄，只剩一半性命，那又如何？